是。所有的病人都要及时的处理好，分区重点。我搬家，条件极限，我要吃个小女孩。救命！听到吗？大海，救命！啊！队长，我闻到什么味儿了没？医院的味儿，谎言的气味。不是，队长，您听我解释。别解释，千万别解释，你还有两次机会。下午的讲座你要搞砸了，你就跟贾玲说再见吧。好。不是队长，你还有一次机会。